领导呀被捅了，为什么捅他呀？什么人捅的他？2009年7月20号，香港著名演员任达华在内地广东中山出席居然之家的一个活动，在活动的现场，有一个男子突然间走上台，大家都以为他是粉丝要跟任达华合影拍照的，突然间手里拿出一把刀，照着任达华就捅了过去。任达华躲闪不及，挨了一刀跑，那个歹徒在后边追，跑了几圈，现场人多，迅速把那个歹徒给制止住了，任达华马上就送进了医院。后来警方来了，把这个歹徒绳之以法。任达华到了医院之后呢，经过初步检查没有大碍，他的经纪人也说人现在没事，谢谢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网友还在网上摘出了任达华到了医院之后检查的过程当中微笑着走过去的镜头，可以看出任达华这个人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警方现在给了通报，刺伤任达华的这个人可能有精神障碍，需要进一步做调查。真跟某些网友说的似的，哎呀，任达华在一个电影演的就是这个镜头，如今这个镜头真的会实现现了，是不是冥冥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要发生呢？很奇怪的，谁都解释不清。你能说明白吗？如果你说明白，那你就在我留言下方说一说。